又干又痒又骚，是不是让你夜夜难以入眠？大家好，我是七一老大。刚刚啊，我讲的你不要想歪哦。我说的是皮肤啊。台湾的气候潮湿多变啊，你皮肤敏感啊，真的超级烦人。只要啊一换季啊，湿度变化，日夜温差大啊，马上让你啊干痒、红肿、泛红、脱屑。胡啦啊、皮肤大四喜，轻轻松松给你透出来。你可能会想说啊，为什么是我？明明啊，我皮肤科也看啦、药膏也擦啦，为什么它还是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为什么隔壁的阿花好像也没怎么保养？它就是啊，皮肤白白水水亮亮啊，这个是不是你的心声啊？啊，这就代表说你的皮肤啊，简单来说，它保护力比别人差。所以啊，你只要外部环境一变化，或内部自己身体状况一不好，马上啊就是啊湿疹啊、皮肤炎啊、红肿啊、过敏等等。所以啊，今天老大就来教你几招生活上的调理，就能够去提高你皮肤的保护力，就会让你的皮肤稳定，不再敏感。马上开始吧。来，敏感人拜拜树之一叫吃对东西。改变饮食习惯基本上是最容易上手的。传统医学上面认为啊，你啊皮肤敏感，那就跟两种食物它有关系，一个叫风，一个叫热。而热这一类叫做增加身体燥热的食物，例如说什么咸酥鸡啊、麻辣锅啊、葱姜蒜、辣椒、油炸烧烤、酒类等等。另外一种风性啊，它又叫做发性。什么是发呢？ NFT 比特币大乐透吗？当然不是啊。我说的是啊，什么糯米啊、芒果啊、芋头、鸭肉、鹅肉、海鲜、贝壳等等，它的啊发性啊会让身体啊变得很敏感，一下、你就会有过敏的表现啦。所以啊，除了热性啊发性的食物不吃之外，老大大推两种食物你要多吃。一种啊叫做绿豆薏仁汤，一种叫做蜂蜜水。它可以啊清热解毒、调整免疫、增加排毒。而且我建议啊，你啊发作起啊去喝绿豆薏仁汤，它止痒的效果、降低过敏的效果很好。但是你尽量去喝无糖温热的、如果你怕胖，那就只喝汤不吃料。而你皮肤的缓解期呢，你就多喝蜂蜜水，它可以降低你红痒发作的频率。再来，敏感人拜拜树之二叫用对保养品。虽然刚刚讲的改变饮食它很容易，但是需要一些时间才会表现出来。但是当你干痒的问题希望能够马上舒缓，那这时你要用一些有舒缓修护效果的保养品，那就很适合。不管你是湿疹、瘙痒、敏感、痘痘，虽然它各自的原因不同，但是都代表一件事，就是你皮肤的保护力和修护力不足。随便来个太阳一晒什么干燥潮湿、熬夜烤炸辣，你皮肤马上爆问题。所以哒啦，业配来啦。你要知道，业配就跟你的业障一样，该来它就是会来。不过你放心老大今天介绍的东西，它 CP 值简直比姚明还高。这一瓶妮维雅的安心舒缓水润霜，这一款我用过新出的乳霜，它是提高肌肤的保护力，超级厉害，两种人超级适合。第一是你换季皮肤容易敏感、干痒、泛红的人，这时你给它擦上去吼，薄薄的一层立刻减少干痒，舒缓的效果真的很好。这个里面有两个成分你一定要知道，就是 5% 的修护级尿素以及高浓度的 B5， 它们可以深入肌理修护皮肤，搭配 microbiome 可以加强皮肤屏障，内修护外防护，就会帮助肌肤微生态的健康平衡，让你不再痒到整天抓抓抓一堆抓痕，夏天可能都不敢穿短袖出去。再来第二种人叫皮肤很干燥、纹路是很明显的人，这一瓶医美等级的保湿修护成分，让水分它真的能够进得去皮肤，深层补水、软化角质，还能改善粗糙细纹，就会让你的皮肤有一种烹润 Q 弹的感觉。当你保湿做好，整个敏感的问题就会大幅的降低。你早上出门前、晚上洗完澡之后，你给它各擦一次皮肤就能够去稳定一整天。而且真的你像这样子用起来它是很好吸收的，而且你看完全不黏腻。
真的是老大会一用再用的乳霜，这样一大罐300ml啊，200多块，又熟又大碗，你可以擦背、擦手、擦腿、擦你妹的腿，哎，全都可以，真的啦，一直擦，每天擦，你都不会心痛，哎，用完就回不去啦，哦，你有兴趣的你就看看资讯栏，老大再把网址啊付给大家。再来，敏感人掰掰树之三叫四大止痒神穴啊，你皮肤过敏啊，常常痒到你升天，要你不抓不碰哪有可能？哎，有人说还可以用冰敷的，因为血管收缩，它可以降低痒的感觉。但你上班外出时怎么办？哎，你怎么可能背一个冰箱出门？哎，这个时候除了刚刚介绍的乳霜，那老大再来教你四个哦，哎，超级止痒的神穴，除了哎缓解瘙痒，还能帮你除湿祛风，就会降低你敏感的发作。来记好喽，合谷、曲池、血海、阴陵泉，位置啊，老大都帮你们附图啦，哎，你也可以自己去 Google。好像这样子啊，哎，你每个穴道啊，给它按摩1分钟，轻轻去按啊，微微酸胀就好啊，你不要用力按哦，哎，等等啊，一堆淤青啊，看起来像被家暴，我不管你哦，这些穴道啊，哎，你只要一痒，你就可以按，它真的可以帮你啊，度过痒痒抓抓人的岁月。再来，敏感人拜拜树之四叫中药茶饮啦，哦，老大啊，每次都介绍很多茶饮，你们啊，是不是啊，小本本都快超满啦，哦，连啊，哎，巷口的中药房老板都快要把儿子抓来给你相亲啦，但是哦，相信老大，这一些东西是真的真的有用，所以啊，介绍啊两款茶饮给你们，分别针对发作期以及缓解期的人喝。来，发作期的舒敏茶准备的材料有金芥、金银花、麦门冬各2钱，茯苓、连翘各1钱。你用啊600cc 的水煮滚之后，再煮10分钟就可以喝，它可以很好的去清热、凉血、止痒、排毒，真的是很适合发作期啊，就会很好降低啊皮肤红肿、发炎啊、发痒等症状。再来哦，缓解期的玉屏风茶准备啊防风、生地各2钱，黄芪、白术各3钱。做法、啊、完全就跟刚刚一样，哎，它可以啊益气固表、利湿抗敏，特别是啊你平常哦缓解期的时候你去喝它，它就会去啊预防你皮肤敏感的发生。这两款啊，哎，你都是啊一周啊喝它个2-3天啊，哎，就效果很好啦。再来哦，敏感人拜拜树之五叫看中医。哎，我跟你们讲，真的啦，你皮肤上面很多问题，有中医是有它厉害之处，所以啊，我强烈啊建议你们啊真的去看，因为啊你去看诊的时候，中医师会帮你啊仔细的去分辨哦你的啊皮肤敏感到底是啊风啊湿啊热，哎，这3种哪一种造成，它可以一边的去邪，一边扶正你体内的正气，就能够啊从内而外的去啊调理你的体质。哦，老大觉得啊，哎，你给中医去调理啊，哎，真的比啊一直吃啊那抗组织胺会造成一些啊嗜睡或者一些副作用啊，真的效果好很多。正常来说啊，哎，你中医治疗啊1-2个月啊效果真的就很好，所以啊各位真的是可以去找找看家里附近，哎，有没有什么有名的中医就去看诊哦，那你的皮肤问题啊真的就会改善。好啦，以上这5招啊就是啊给大家参考，你想要皮肤啊它是一个长期抗战，绝对不是1-2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啊以上这5招只要你能够做到，相信老大皮肤敏感啊红肿瘙痒它绝对啊会大幅下降啊超过1半以上，当你的皮肤啊问题解决了，哎，人就会变得更有自信。我是琪琪老大，让我陪着你一起变美变健康，我们下次见，拜拜。